走，那我们要进去我们房间了。应该是他最高的，哇，我都有点耳塞。我看到泳池，又是这个湖，所以那天我们住的是那一栋吗？哇，湖底海景哎，湖景，湖景，这个是湖，湖底湖景哎，感觉上是这间会比较高级，会吗？哇，这个景，又是这个湖底湖景哎，哇，它的窗还是这样。哇塞，十七楼，十七楼，一七七一，哇塞，没有，还是他最严重，还是他的那个，我还是觉得那个厕所太恐怖了。那厕所是这样，直接是，直接是空的，所以你看我们冲凉应该会蛮害羞的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可以拉下来的。哎，江凯，哦哦，是推进去的啊。哇，哎，厕所，整个皇宫式的厕所。的确，哇，厕所是这样，直接就是，是什么鬼厕所？哦，可以拉下来，可以拉下来，怎样拉？我不可以拉餐。电动，电动。小王不赖，电动的。哦，高级高级，电动了。爸爸，后面，你的后面。电动了啊！对对对，他在走了。哇、哦，他会不会到一半停住？也是尴尬。OK， fine， 终于。fine， 哇，哎。我、哦、还有浴袍。还真的是没有试过。他东西藏到这样，我都不懂是哪一个门是可以开，哪一个门可以开。它不透明啊！哇塞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，所以它可以睡那边。可以，多少钱啊？198，198而已，可原价600。哦，原价600，原价600。所以我们扣了又再扣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是拿到了非常 special 的 price。阿郭大给的，阿郭大给的，来感谢阿郭大。如果要业配的话，找我们代言的话，我们常常有这里去那里去，可以给我们一些业配代言一下，好不好？帮忙帮忙一下。哇、哦，这个是。玻璃耶，难怪我就觉得这个房间其实蛮小的，可是这个进来感觉很宽敞。妈妈，你看，是因为这个镜子用那个吊钩，知道吗 ？OK， 就是这样，舒服，赞，舒服倍感。Yeah， baby。OK 吗 ？Yeah yeah。喜欢这个房间吗？啊，赞，给一个赞。Yeah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上位博的湿地，我们现在要去第二场的这个动漫展，然后 baby 有带了这个是什么？带的没？的嘛？哦 ，OK， 所以等一下你进去的话，你会带这个？看不到你就放出声。Yeah.
If you are ready, when I say siap, you say dream. I say siap, you say dream. Okay, so siap!